你要去哪？去找林夏。算了算了，这算了。你刚才叫谁给洗的？这是出来的孩子。你叫林夏，别欺负我，割了你的舌头。动啊！你是狗吗你？ 别说了，回来！你回来！我洗头了，我上楼了。为什么？ 今天再过来，你小声自己。你是谁？救我！ 你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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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